来，白同学买到一只海龙，一只海龙有无？白同学用4K 来甲记录者，我感觉种鱼也是真特别，生啊真水个。来哦，来开灯看看哦。开灯了，唔知去遐伤害着，无要紧啊，暂时个。头前个嘴安尼，种鱼啊真正水，非常的特别。我们来近看它的纹路，我来个运镜一照啦。哦，水水水，大约我看卖15公分，要到15公分的长度。然后我看它的尾巴。它的尾巴很像那个海马，有尾巴就像海马，啊，这嘛是，对啊，它会打开，切切切切切，哇，你看你看，真赞哦。龙鱼的，啊！但是这天空饲袂活，这只抓咧饲爽的。这只我号做淡水海龙，来啦，搁较近来看卖咧。鱼尾鱼也真歹鱼呗！哦，对对对，对焦到了。这啦，伊这我看伊这，它的鳍这边很特别，这边很特别。啊，伊这外鳍也开开呢，那记得那个后面会打开来。来看这边，对对对，你莫来，啊！你想阁真紧哦，它在游很快哦，来哦，白龙是用迄条小白拦者哦，你看，哦，你看，你看，真好耍哦，真好耍嘞，啊！伊个嘴足细，伊个嘴真细个。安尼啊，那马嘴有无？做成个海马的，啊，这是直的，直的海马。好，那就这样啦。这个是我买的海龙。